Example 4哈，这个 f of x 呢，它等于小一的四减 x 平方次方哈，那叫我们下去找它的导函数哦。那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刚才这个公式哦，就是小一的 x 次方呢，如果你给它微分呢，它还是小一的 x 次方哈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它的次方哈变成 u 函数哦 ，u 是一个 function of x 哦，那么根据链锁律哈。我们微分以后呢，依旧得到小一的 u 次方，但是你后面还要再乘以一个 du 哈。那因此呢，这一题哈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 f prime of x 哦，好 ，f prime of x 呢，实际上它就是要去把这个小一的四减 x 平方次方呢，要下去做微分哈。那所以同学跟上面这个红色公式哦对照一下哈，这个 u 呢就是四减 x 平方哈，所以它微分以后变成小一的。四减 x 平方次方，然后再乘以 du 哈 ，u 就是四减 x 平方。好，那因此呢，我们再把这边继续再微分哈，这个四是常数微分变零哈，负 x 平方微分呢会变成负二 x 啊，我们把它写在前面，然后再把前面这个小一的四减 x 平方呢写在后面哈，那这个就是这一题呢最后的这个结果了哈。